清明连假第一天，总统蔡英文跟行政院副院长早起来到台北车站的这个防灾中心，视察台铁、高铁交通的运输状况。花莲地震造成东部对外交通中断，台铁经过抢修了后恢复双线通车。总统蔡英文也特别感谢工程人员。台铁也在今天已经恢复双线的通车，那这是经过我们16个小时我们台铁同仁的努力，交通部在海运、空运上都已经启动疏运的措施，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同仁的辛劳，那我也拜托大家持续积极应变，密切注意疏运的状况，上市也要求各单位随时调整运营，提供民众安心安全的服务。另外，沙巴公路灾情上严重的是下清水桥，抢修上重要。下清水桥哈，它预估的攻击到年底啊哈，原来路廊的一个老路在那边哈，我们经过整理哈，就在这个礼拜六的下午6点哦，就可以变道可以通车哈，只能通小车那。如果是游览车或是大车，会到5月底，所以我们也请公务局赶快把中横的部分哈，赶快把它这个修复。台湾发生大地震，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强调关心，向受灾台湾同胞表示慰问。但是根据国防部公布上新中国军机的动态，为7:30至6点到7:40至6点，总共有强机3架次、军舰7架次继续伫咧台海周边。做扰乱的动作。我想，在这个重大灾害期间哦，那么对岸应该去衡量哦，用什么样的方式，那么台湾的民众哦，心里会有什么感受？台湾发生大地震，中国的军机依然是持续来的扰乱，嘴讲关心，实际上是伫咧加好水。民事新闻综合报道。